普贤行愿平常要讲清楚讲明白，在哪里修呢？就在日常生活当中，特别是处事待人接物，在这里的修啊，学习我们起心动念，我们言语造作去对一对，有没有做到啊？时时刻刻有高度的警觉性来检点自己，这个修行功夫才能得力。啊，心里头真的要有沉静，没有沉静，那个离境是外表的，那不是真的。啊，我们用心，起心动念，诸佛菩萨知道，天地鬼神也知道。啊，只能骗人，人迷惑颠倒，他不知道。啊，鬼神有报德的五通，所以他知道，他距离我们很近。啊，佛菩萨具足三明六通。啊，遍法界虚空界，万事万物，他没有一桩不知道。我们学过还原观，还原观上给我们透了这个消息。我们念头才动，周边法界。这心念头动啊，